来，林哥，要做啥物？大白点菜。对。哎。上班吧。哦。啊，一鸡啊，一鸡啊！这个干贝鸡吼，你嘛在大只啊？外口食一只要1000几块，来要食唔免一千，免800，300要300块。我食。来再食300，来。好啊，两个啊。一鸡啊，过来要食哦。还有。好，要食啊，要食。最后一只300块。好食。来好。香啊。来香。黄哥麻烦一下，你想啊？啊，想法是啥？两个半。两个半。看，我们就这。买好了。来，你看我们点菜。来，咁几多来啊？几贵？大家有没有吃咸猪肉？吃咸猪肉吼，来想要吃，免一千，免800，300块了。阿姐，真咧行个菜，我话实，来三条，要300，来4条哩。啊，贵个，最后一个300。阿姐，阿表哥有啥物套过箱哦？我有吃了。我先套过箱。我刚刚有吃。他如果不累了吗？我这吃饱了。哎，等下。来，恁过来要做啥物？来，青菜啊，随便。你同我后尾食鸡腿骨无只包啊？大家后尾食鸡腿骨个，有啊。过来一下。这主要后边包好啊吼，这甲阮一包内底有10条，来免300，免200，来200，你爱200块。多少？200块。好，一个。好，一个。好，一个。来200块，鸡腿卷哦，好吃哦。来200，来弄吗？进来。来准备气氛。我帮人送那个。进来。来，阿哥要点菜。够快。呀，青菜来，青菜，青菜。这多少箱啊？多少箱啊？啊，这摕两块看卖啊。这多少一箱啊？拄只卖一箱尔哦。这个半可扇贝咯，这样吹了啊。你一包米酒爱用蒜头来吹，我看爱吹一包就爱600，这两包吹就爱1000，然后吹两个人客后尾，来三个人客。来四个人客，来招五个。啊，想要食这不免1000，不免800，300块，想要食300块，300。啊，这包搁送着无？这包要来。诶，300块招一个人客买300块，拢无来。来，卖搁考虑往来，这包搁送着。来300块，来招一个着，招一个买着啊，300块。300。来，准备起价。沙包酱，来做一个沙包，什么酱？做一个沙包，搁卖一个300对啊，300块，150对啊，400块嘛，150，咱找看嘛，150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来，我说。来，准备起价。别带，别带，来哥，你们做啥物？来啊！黑钢骨，黑啦，阿文，今日是来卖卖吧？多少箱？
咸鱼鱼吼，这大块，啊这高，这规只拢肉尔，还有中一支细龙骨，到后煎一块块130，这两块煎，这三块煎起来400-500块，然后就两个人计买三个，但想要食这免300，免以后的200块，啥物事？200块，200。老姐，来200块少一个哦，200块。来200块，200，来张上。喂，来200，今日搁少一个啊，200块。200。龙江龙江拢好个，包个包个。啊，这200个人要吃哦，200块。我来，我来。大家好啊。好。我来再变一下角色的啊。哦。来，听我讲话就好啊，吼。来啊，大家睇下边个，真系冇命未晒啊！呢个人，阿爷，呢两个又俾我摸喎。来，留啲汉堡我边，留俾佢咯，留俾佢咯。反正啊，物件反正冇，我就我时间咯，我用我啲工具擦，来搞搞掂。不如我拖住啊，到我而家，有时又夹翻个毛巾。对啊，我一瓶招迄度就好啊，一瓶招三个啊，今日无代就招足侪人个啊，唔免让你开伤济啊，啊先加钱个先啊，啊拢免考虑哦，2000就好，2000块做咩食？只要客人，2000啊，我咪开玩笑哦，2000块就好，2000块，2000做咩食？快嘞，快嘞，阿伟，来，几多搞掉个？你个吹一蚊了钱个，今日无做啊。当作来翻包啊，啊无咩咯。啊，不过你一加客钱的话，你无唔加客的话，你嘛是无在条炸动的。啊，你加客的话，系啊，鸡啊，好多股啊。啊，可以，你无在条。系啊，迄客啊，迄个，你啊多少钱莫怪，你咪加加钱，咩好？你直接卡落啊。来，多少钱咁高？来个鸡两包，加几只？2000啊，我唔是话一千啊，我话2000啊，对好咯。大家看，来，这只鸡也好哩啊，2000啊。我今日无出一个什么干贝火腿肠的，是不？有啊，高级的呢，这只鸡，来，你好摸啊，高级的你好摸，你看你点的。以前去后摸，三星无同款的来啊，三星拢无同款的啊。2000块好啊，有人加开无啊？是啊，无摸啊，另外都摸啦。你啊，你变咧病。2000先一条出来哇，2000块有人要吃无？开2000。阿姐啊。是啊，不要你失望啊。哎呀，收钱啊，你变咧真正要变到底啊。我来讲啊，你变咧当作花红包我咯，你有来？你用输。你有得利啊？有来啊，有来，你有得利啊？那路是想袂来，我多啊。来啊。谢谢。这猪肚胡椒鸡啊，是啊，猪肉要到600块一片的，来啊，搁客客重的，客客重的，客客重，来搁客来。十万哦。来啊。十。又搁来啊，加落去。拢好啊，都拢好。来客来，来搁客来，交一千块。你啊，你不要你客啊。2000好啦，有人加客无啦？开2000啊，卖甲假啊。2000块就一个条出来啊。系啊，干贝海鲜羹啊，你听下个几个东西啦，几个东西啦，几个东西啊，爽好啊！2000块上一个啥物事？2000块啊？2000啥物啊？你也是个水肉羹啊？收走，收走，咩啊？2000就有人要来，无要来啦。六个人客加钱就好啊，规个拢客动的。先加钱的先赢，1000人。你啊了去啊，也了去啊，1000块啊，上先加钱的先赢。一个啊，六个啊。
中秋啊！夸张啊！太夸张了！不耶！中秋。四爷啊！一千个物件无可能搭这个物件，安尼两个高级庙，你卖想啊，卖戆啊！即摆紧买起来，南边路绝对即世人无可能安尼卖你，搁一个落啊，开一千落啊，一千块。赚到，赚到，赚到！阿弟，过来听。收啦，你装修啦，装修啦。这盘你房价也袂少呢，你几个？四个，九个，金龙三四五个，六个，九个你少呢？哦，多啊。搁三分。七分卖送，你搁用三分个？你我有你记住只，搁三分啊，来啊包啊。你遐是生意咩咩只？你吃啊包个。好恁啦，好恁啦。当作包包。一千啊，一千啊。有啊，系啊，系啊。我是咧叫伊讲买买两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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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个斤装好。不落。要叫那个包，个包拿走嘛。我所以我要等，我等那个等小丽啊。好了，那这里今天超大的。谢谢老板。还不会。啊，对。我这边是超大的。不脏啊。这里。怎么了？对啊。看你个一千块都强了，我上来包啊！包。前几天上，后来上来我给他分了，伊即摆料给你包啊，即摆卡路都包，给伊包起啊，最好了。